干什么？奶奶的，我给你是吧？妈，你来了。嗯。妈，又是因为小芳？这次不是，我只不过亲了他两口，结果他带着他爸一起来亲我，来凑你加倍的是吧？ 守公阁，用来做刑具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洪太娘，我做个接吻神器嘛。做点手工还用大刀是吧？不是不是，这个王八蛋比他老妈还欠打呀，真是切中之心啊！其实他是你的儿子啊，当年在秋名山，你在我喝醉的时候干了什么？你都忘了是吧？啊，当年就丢下我一个小女子，现在我减肥成功了，你就不认识我了是吧？ 我兜兜转转回到你，那现在我看不上你了。谢谢谢谢。原来这就是我爸。哦，痛！借个马先看一下。洪叔叔你好，小女叶问，三针都打过了。 这件事的起因呢是这样的，你儿子呢想跟我儿子驳嘴，我儿子呢的的确确出嘴重，亲死了你五个儿子。但是他，你的意思是我儿子亲不过你儿子了？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洪叔叔。谁批准你呼吸的？你知不知道规矩？我真不知道呼吸有什么规矩。不知道是吧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得站出来接受空气的挑战。如果二年之后你还站在那儿的话，你才有资格呼吸。 我就是这样才瘦下来的。你也可以试试啊。小灰灰，妈，这些是我欠了您的工资，帮我存银行里。好的，妈妈。一人一百啊。那你的，多谢。每个人都有啊。 我们在下面等你吃饭，等很久了。老公，我们都饿了。你和朋友还有事情要谈吗？哎，洪叔叔，你觉得陪家人吃饭重要，还是陪家人吃菜重要？ 你们想吃什么？梦想家园。有多远就给我滚多远！哎呦，点赞越多，更新越……快啊！敬礼啊！沈露啊！点赞啊！